最好笑的送感即可，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幸福来到，终于上架了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彰化县，彰化的园林。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啊，首先叫林道远，林道远，吴春，郭平云，这边是林永月，欢迎张于晴，以及 Yuna 啊，是。这个园林啊，我们也常常来嘛。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？我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南美洲吗？我是昨天才刚回台湾，今天就马上录影。南美洲好远呢，你一定有时差，先休息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就这么多观众朋友今天在这边了，我们应该马上进行游戏啊。那你今天一定不会进入状况啊？不会，我会进入状况。我们赶快玩游戏好不好？你没有时差的问题吗？我就是怕我会睡着，所以我们赶快玩游戏。节奏快，节奏快。那你安排什么游戏啊？我们现在刚好这边有一些高楼层哈。我们来玩一个好久没玩的帝王打进，好了，来一网打进，这个球要往下滚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拿网子接球。对对对对，这可能要年轻一点玩才行哦。都可以吧，我想都可以。有没有想玩的？有没有？谁要玩的？有没有？你不是举手了吗？是啊。漂亮的。刚刚举手明明不是他。没有举啊。你刚刚没举手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到底没有玩呢？你我再试一次，你看回去，你回去，刚刚不是他在举手吗？没有。那我再试一次好了。你们谁要玩的没有啊？有没有举？你看，真的他没举耶。对呀。你脾气好坏，到现在还不举啊？真是的。你看，还有个学校妖魔鬼怪，你看。怎么有这个学校叫妖魔鬼怪啊？啊，不是妖魔鬼怪吗？假鬼假怪啦！笑你娘，假鬼假怪，爱生个假碎你啊！你不举手没关系，来，你刚刚有举手是吧？有。你看，很快啊。为什么选他？他因为他没有假鬼假怪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等一下，刚毕业不久，要找工作。还要找工作？没有工作过吧？还没，那这就是你第一份工作了啊！哇，这赚钱赚很快啊！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奖金嘛，对对对，那要给软一点的嘛，软一点，软一点。没看过吧？我看过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就是你拿网子来接雨水啊？好，看接雨水干嘛？已经在下雨。雨水会从网子漏出去哦。是啊，是看，那这应该是拿水桶啊，来接，这样就合理了。是，那这样呢，我们请郭庭云先示范一次给大家。好，庭云示范。对，郭婷他来这边就是好好训练哦，他最近瘦5-6公斤了，要继续运动瘦下去。但他的体型瘦得看不出来，我们要训练到大家有感，而不是无感。看出来，好，尽量好不好？努力，加油！来，你看他啊，来一杯。啊，你接个几颗来看看啊。一杯，时间不要太长，我们就40秒就好。好，来一杯。好来，一网打尽。好了，现在郭婷云示范先了。5颗，蛮厉害的。我这个也蛮喘的嘞。对，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又少掉0.5公斤了，这么快。而且他好有趣，他在接球的时候脚会这样的吗？对，哎，在打脚，而且就运动协调。我们这边明明放一台摄影机，就说你这样子的话还可以拍得到你的脸。对，就你抬那么高，到底要拍谁啊？哎，对，有没有？不是，你也知道自拍要这样拍，这样比较帅嘛，有角度啊，漂亮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妹妹啊，还没请教贵姓啊？姓黄。黄同学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么简单。他都可以接5颗，我想必你可以接个40颗吧。是不是？那你不是挑战他，他只是示范而已。那他挑战谁呢？当然是 Uber 啦。Yuna， 40秒就好了。你们一网打尽。好来哦，比赛开始啊！这位黄同学啊，这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。加油！赶快多接点球，还要多一点的奖金哈。啊，要获得比赛才有奖金啊，速度要快啊！不是用网子把球打掉，看清楚再来。反应要快哦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
就说嘛，这个鱼又大又不大，对，又没办法大到我们不录，又不是小小到我们要录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假摔吗？啊，那也不是要摔三次吧？如果假摔能摔这么好的话，哇，他这个厉害。换我要拜他为师。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什么牌子的鞋子，我们尽量不要买。怎么那么不防滑？怎么会？球都弹出来了啦。对呀，来算算看哈，一摔下去立刻回正牌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、九。九哥刚刚有倒出来两三颗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因为跌了三次。但是没办法，你这个要小心一点。你那鞋子要不要换他的？有方法。换他的干嘛？这样才公平啊！哎，有道理。对，你把鞋子换给他好了。不要了，搞不好这种女孩子，我怕这双更滑。一样。更滑。对啊。哎呦，还请就位，请就位来。刚刚郭婷为什么不会摔？她的鞋子不错啊。因为我没有踩到这个。哦，他刚刚前面那一层，他刚刚前面那一层啊，对呀，哦，位置问题，不是你重心低，也有，来一杯，一网打尽，好，请准备，好，比赛开始啊，我们先来看看伊万娜怎么来接这个球，到目前为止哦，不小心进了一颗，哇，又不小心进了第二颗，哇，这个球呢来自四面八方，差点就开始来了。接不错啊，接不错啊，很卖力接啊，有几颗你看到没有？算一下，算一下啊，2、4、6、8颗，8颗，就是那么一个颗，也努力了，哇，没有，虽败犹荣，虽败来，掌声鼓励啊，来，颁奖，恭喜你，好获奖啊。第一个奖金啊，其实算你运气不错啊，运气啊，真的。对对对对啊，这种天气到底是汗水还是泪水还是雨水？雨水。现在哦，这雨哈下这么大，有一个阿北在旁边等了很久。那当然了，观众等啊，阿北啊。对阿北，他说他要玩游戏。哎呦，怕滑倒哎，不 OK 啊？不会的，可以的。阿北，叫人阿北60岁啊，60个。我赞你啊。啊？我赞。我想你叫人阿北。啊，你50叫阿北。哎呀。你五十岁没啥叫阿伯，你五十岁叫阿伯啊？你在背后怎么叫我啊？我都叫你瓜哥啊。对啊，我叫哥，你也叫人阿伯。因为你都不在我面前。对，你背后都不知道怎么讲我们。背后我就说是瓜伯。啊不，是阿伯。啊，五十岁刚是过半百，啊叫兄哥敬茶了。哎，敬什么？敬酒啊。敬什么？敬酒啊，敬巴拉。敬酒啊，敬巴拉。哦，明白哦。啊，这时阵那叫赢钱啊。啊，都红太少，一个巴拉拢无关。啊。哎，加减赚一下。哎，阿尼啦，哎，农民最辛苦啦。是啦。度假那发2000块，啊，今晚发3000啦。哦，那赢3000啊。两个钱不是重点，对手才是重点。今天赢阿哥就赢阿茶，好不？好，我请问。好，问嘞。我们两个加起来刚好100岁。对。好，来，阿伯乐，阿伯乐啊。南方豆呢？好，来进行我们的天降巴拉。喂。来喂。好了，精彩开始啊！2、4、6、8、10，还有12，14，哎呦，14颗，啊，来颁奖了，3000块啊！
过。你安那？我该比赛啊！你别，你敢滑倒？啊，你好啦，无先坑的啦，先坑的啦。压低了，压低了。先坑你黄奕姐哈，先坑。好，先坑。太倒霉了，因为那种，伊那可能要砸死你啊，对不对？一旦你会不会假摔？他那有时间。我们先发了，各位观众朋友。来，董哥。加油，董哥。我们应该猜他是假摔一次还是两次？我看他应该会摔个青来一次。好，来开戏啊！那么整个啊，他一身穿的好像运动员一样啊，穿短裤还穿 legging 呢，感觉好像很会运动一样。其实还好，到目前为止只接了两个啊。你自己，这怎么算啦？你要不你换我鞋子，你踩着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来做判断。好好好，我来做判断。他第一次是真摔，第一次真的。你倒带看他第一次，他差点劈腿是真摔。因为总共三次嘛。第二次跪的是假的，因为在这里不会滑，他是假的。第三次呢？第三次60%真，40%假的。100%真的，看球。2、4。六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八，哎呦，敢踢，十，哎呦，还有啊，十了，哎呦，打平一手，13，哎呦，耶，耶什么？耶什么？敢踢，敢踢，14分，没有。不打不相识，嗯，这不是以后我们要变成好兄弟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，好，安利好，传成这样，赏金够好厉害哈，不要难过了哈，有时候我们要靠天吃饭嘛哈，啊，谢谢农民兄弟，谢谢，哎，你也无代无志，创在这安尼头一个安尼，妈下面无时差，对啊，为了配合他们时差，跟他玩这个游戏，大家都头晕呐。不会啦，就他晕而已。你为什么突然玩网球呢？啊，好久没玩了。不是因为你不晓得吗？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哦，怎么有这么多网球俱乐部的？你答对了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算是圆岭的一个运动中心啊。而且为什么这么多网球场呢？听说呢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网球国手都是从这边培育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对。那你如果玩这样就有意义啊。当然，所以才玩。网球啊，其实我们的网球现在发展不错啊。对，卢彦勋，卢彦勋，还有那个詹永南，还有跟他妹妹还打到冠军，对啊，双人对决，讲到中华网球协会，长官来了，欢迎，长官来了，你好，身材一看就知道常打网球啊，皮肤晒得那么黑。咱们这个台湾的网球有这么好的发展，要多亏中华网球协会理事长啊，对对，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网球到达什么样境界，跟大家讲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理事长啊。等一下，你不是理事长，你怎么晒那么黑像网球选手？你是？我是本里的里长。里长啊，里长啊。对，本里的里长。不是，他说他是里长。嘿嘿，一般里长都会秀什么里什么名字？会有一些衣服啦。对啊，我只是说他里长为什么没有秀名字啊？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？瓜哥，我有啊，我有背心啊。背心为什么没带？有，我穿背心。好的，好的，拍些钱啊。低调，你敢公开，敢怀疑啊？不是啊，他穿出来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嘛。他又不穿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丢你好啊！哇，就笑脸。好，大家好。对对对对。拎出来，标喜公这边的人都是姓林，对不对？我林主要就是因为树林的地理嘛，所以说就是林树林。你今晚讲啥？你敢听？你讲什么树林这个地理？树林跟竹子地理。哦，竹林。哦，所以板桥过去树林都要姓林哦。对啊。啊？树那嘛是属种树啊，足多啦。哦。树啊是林嘛。啊嘛是好听讲拎出来。拎到就是拎到就拎到你拎出来，对哦，是这个艺术啦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所以乡亲就团结的啦，是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今天你又来是咧，给咱鼓励嘛，吼，啊，是要给咱送奖金，哦，送奖金了，了解了解。
对，不用多说就知道，里长内行啊，点来看人接不？是，本来给人加码了啦，加码，加码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今天要送奖金。送奖金，在我了解了解。加码不是加码，是送奖金。他很在意那个言辞啊，就是其实送奖金就是等于加码。不不不是送奖金，华哥，我是来送奖金的，不是加码，不是加码，是送奖金。我在我在念。这个一般加码也是送奖金嘛？啊，虽然不不不，送奖金跟加码有什么不同？不同不同，我就是要送奖金，不是加码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哎，我有时差，你有时差，他的中文跟我一样，我听不懂啊。我帮你来了解一下，潘姐，两位大哥，我来了解一下。你问为什么？什么叫加码送奖金？好，李弟，我借问姐，你今麦得这红包是要来送什么？送奖金嘛，啊，你是要来加码的吗？不是，都被送奖金，都不是加码。好，那我完全了解啊。啊，那我来了解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如果是加码的话，比如说你出5000，他加码3000。哦，对，这个叫加码。啊，现在呢？现在就是说，你不用出5000，钱全部都是他，他付出的。那他不用帮。不是加码，不是加上去的。你不要听错了，欧北港欢呢？你不是加码，我们都不用出钱，他出，那像话吗？他讲的那么仔细，你听不懂？我这艺术是安尼吗？对对，我今天是送奖金，不是加码。你问他不是讲那么长，为什么你懂他的意思？我听不懂啊。啊，他我们现在不用出钱，不，我们不用出钱，他等于是制作单位啊。他现在就是他现在变名士就对了，我们通通变观众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赞赞赞赞赞。这个好啊，是不是剩下呢？哎，剩什么游戏？我来发球，你们接球，如果接到一个球，我就送1000。就是在战争后谈的，这股应该挑吧？哎，我们跑那么多地方，终于碰到一个凯子了，不错啊。我们说大家嘛，他不要硬要奖金，还要一分点一高血压都来。好，不要客气，这个钱一定拿得到的。他说他发球，我们来接球。对对对，接到就有钱了。哎，干有这款代志，哎，你听看麦，哎，干有这个我们立定。啊，这样热情哎，立定，热情卖公公。那我们就大家好好接他球。啊，接球嘛，一颗。你发球，我们接吧。发球，你们接球。跳懂了，跳懂了，跳懂了。来来来来，跳懂了，跳懂了。里长都热心网球啊，他还提出这种条件，不是加码哦，送奖金。那个，这样好了，大哥先来，好不好？我先赚你奖金。等等等等，为什么？我们大场参加，我们这么猜拳嘛。我赚奖金也不是天放在我口袋，我只是今天少付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拿他来补一点，他看我佛性来的，所以第一棒我来有什么不对呢？我来借他个3颗，先赚3000嘛，对不对？不对不对不对，瓜哥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用这个发球我们来接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叫我用捞的？嗯，用捞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干单，这个蛮难的，这个难的。你这个管那么多事，里长叫用捞就捞了，你听里长的嘛。好一点好啊，瓜哥，你捞我2000给你。2000哦，送奖金，看他怎么样。这个人等久了就福报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用太羡慕，好不好？我也今天有这种成就，是因为我累积了30几年的资历，我是为这个台湾演艺圈努力奋斗，他都看在眼里，真的。所以他觉得这一颗2000，对啦，3颗6000。哇，说实在，6000也不是进我口袋，我只是少付一点而已。这样子，对呀。如果有多的，我请大家吃饭什么？你确定？我们请坐。你要接得到啊？就他，他说你要接得到啊？对啊，用捞的，笑死我了！是这么人心，怎么这么细心啊？你傻掉了两千啊？傻掉了两千啊？你给你给你，太阳快下山，给你，我请你来来来，好，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好，现在观众已经在暖身了。干嘛？好啊，前后移，前后暖身呢。对对，要暖身啊。好好笑啊！什么好笑？叫练啊，一颗2000。对，你有带球啊？有啊。来，听我练习一下。听我上，听我上。好。背着挂。好，这个没办法啊。这个速度了。速度可以强一点吗？速度啊，再强一点，太慢了啦。好，那个里长应该不会那么慢。好，知道了。
这个，因为他球速可能会连发，你现在已经听到声音，啊，连发，连发，预备，预备，啊。连发还可以接中两个，这样四千啊！哎，吃烧肉，吃烧肉，你放眼的面。各位，我暖身给你们，定位先定位啊！我暖身就是让你们放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太简单了啦！哪有这种里长？对，用拍的就很难，用捞的就很方便。两千，一球两千，这比捞金一凯数。那我们准备拿奖金了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加油。我说摄影师啊，你没有看过温布顿吗？应该从后面。那个球过来才有速度嘛？有吗？有机器吗？你待会要一步在后面。啊，有，光哥那边有一台。有吗？有有，看得到吗？可以。好，放心，好。那准备，来，一二三，跳跳跳！我马过来，分奖金，赢了，加分了，来了，请准备。这个里长球速算快的哦，你刚刚没有练到那么快啊？没有，我不能轻敌，我刚刚是轻敌了。其实可以，我不知道他左边右边，因为突然来左边，我来不及回。你刚刚不是暖身这样左右吗？对，我是本来想防右边，就这个球是左边。我问你，是个里长啊，这扮猪吃老虎。没关系，你就相信我。好，我们的晚餐靠你了。我刚刚有接到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正要讲而已，你知道你接到的时候，一接到之后头是看后面的。我以为没接到。你是看后面的。我们也看后面，想说球呢。所以看到没有，我多厉害。所以现在已经两千了。来吧。没想到今天有稳的啦。最后一颗了。两千呐，这三个现在四千块，这里到你的手上。没错，先准备。哎，这个里长看起来都已经30-40岁、40岁的人有吧？还发这么强？这么快？那卡在网子上哎！对，啊，里长，你今年30岁了？哎，那个不是我发的啊？什么叫不是我发？我带人来的。你带人的？刚刚你发的球很强啊！我是来发奖金。哦，那发奖金那球不是？刚刚不是你发球吗？没有，我带我们彰化县最棒的地名的。谁？前线地名的。刚刚是你发了。你穿这样，我以为是一片树叶在那边晃。来，你看我。哎，刚刚是你发的球啊？对。哦，难怪我说奇怪的球不好接。好怪。对不对？而且刁钻。对，但第三个故意发歪的，他不敢正面我。你第二颗是正对我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第二颗正对我，被我拦下，他第三颗就不敢了。哦，你本来是想打他的，对不对？你打有3年吗？我打10年。十年。十年还是28岁啦。啊？你是亚洲第一的。你18岁，十八岁，你亚洲第一，你世界排名第几？我72。72！各位，今天的历史画面看到，我可以接到72名的球，排名72名。谢谢，强调这个。对，那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你是未来之光啊，你叫林亮宇。林亮宇哦，林亮宇，今年18岁。对，你就是彰化培养出来选手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厉害，全亚洲第一人，第一名的，赶快跟他拍照。哎，因为他红了，对，一定会红。他英国温布顿金牌，又金牌得主，来到英国温布顿在跟他拍的。那这样，你们要体验他的球嘛，不要光说我啦，你们也拦拦看嘛，哦，对不对？我派最年轻的好了，不要说我们啦，董哥一定一个都拦不到，可能球过来还不知道球嘞。对啊，翔哥接看，我来接看你。你来接看他，真的很快。我刚刚在旁没有在旁边看，我主观视线看他正的，我真的是用蒙的，哎，蒙到，但是一定要接住他，要接住，你躲他就没机会。当然，对不对？把你来几粮将能盖，几粮将能清了。来，请就位。
好，大家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哇塞！哇塞！快不快？查到了！哇塞！你就知道我怎么厉害。路边呢？对，就要猜了。来呗，七十二分。你看他们一球过的话是十五分。插棒，厉不厉害？哇塞，那个要闪呢！他球速真的很快啊。那你怎么会捞得到？你好厉害哦！你会捞得到是因为他正中央，他没有想打你。他如果像你正中央，你没得闪，所以你蒙都蒙到。网球这么难打？明白，速度很快。哇塞，灵亮，灵亮！哎，这是我唯一，只有我接得他。我那你，我真的很佩服你耶！哇塞！我现在想起他签名，我把他的玻璃框框起来。要，这个一定要。将来像以前我，你方正雅，你做晚会，我又没有叫他签名，是后悔来不及了。他将来有一定会世界第一的。对，林亮莹啊。林亮莹，拿的一。你不写我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要签名。麻烦这个地方帮我签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不得了，签了就增值了。对，传家宝了。传家宝，一代传一代。哇塞，框起来那样，将来成名了。他还打灯，在家里打灯照，有没有多漂亮？十八岁，你家有展示柜可以放？有，绝对可以放。谢好了，来来来，哥哥。哇。钱了，你也不用羡慕。那这样子你就完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林亮东，写字那么草，怎么那么奇怪？为什么有草字头啊？林东，这个是亮吗？董，这是董，董董什么？董志，董志成，啊，成成董志成，对对对，就董志成，对，对，董志成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？你等一下，宝哎，你签我的，你签我的球干什么？将来会进入名人堂的，名人头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丢出连狗都不想捡，被当垃圾桶之类的。你自己拿给他，你有什么权利签我的球？然后也不知道干嘛，那我看他也没带笔，没有，他就一副狂妄不开，我就然后我带我的顺便，我这边我随身都带那种。他接到人家球哎，他都知道我是最体贴粉丝的，就笔随都带身上。我是要人家签你，签什么？奇怪了，接到哎，我找回来了，被狗吐回来，真有救！有救！那这还自己会回来的？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你要帮我签一颗，先帮签一个，这来帮我签，来帮我签一颗哈。没有，那这一颗就不是你接的啦。啊，没意义的嘛，你要带那颗有意义的啦。就在签董志成旁边嘛。董志成旁边签你，这个时候有跑回来的。把董志成用笔画掉，把这个画掉。对啊，把它画掉这样。这样洗得掉吗？洗不掉。画叉叉之类的吗？啊，画叉叉。画叉叉。画叉叉。你为什么毁我的梦啊？传家宝哎，是我的也不错，我啊，那上面写了三个贵州海料料，真的，哎呀，贵州海料料，算了啦，没关系啦，你有跟他合照就好了啦，你不要在乎这个了，合照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干什么？我刚好说你又过来干什么？求你了，千人呀，这是我男男的球，我不能独照，今天有合照，啊。谁接电话？里长啊，里长电话。你有女生这么厉害的吗？女生啊，有。你们团队都有来吗？今天？好，来。哇！女生啊，女生。啊，这都是网球团队。女生。他几岁啊？十三岁。啊，你十三岁啊？对。教练。这都是你培养的球员。哇，这个七十几名将来会往前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要签成这样子。啊！这个送你不喜欢送教练。哎，其实我拿另外一颗，没有人知道是哪一颗发的球嘛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对啦，这个没关系。但是你自己知道，这是你的阴影，你自己过得去就好。这个阴影总比没有好啊，没关系，换一下啊！这是我接到的球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签一下，签一下。我帮你装手，帮手，老哥。
他的球，不要靠近你，你不要在这，那个绝对没人捡，狗都不要，我的球不如一坨狗屎啊，狗，你的狗屎，狗屎你还可以回收，人家连狗屎都不如，我告诉你，什么？捡到那个球的人啊，高兴要死啊，那，很开心，好，谢谢林亮宇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啊，这个正常，要说要赶紧不要说好是吧？这是十几岁？现在目前13岁，13岁，那打几年？7、8年？6年，六年。7岁学打网球啊？对啊，这么害羞，你他球速快不快？快，快，算快了。3岁。那我们叫女生接好不好？可以。那接到一颗，你负责5000。教练，你要有信心啊！教练，有信心嘛？你对你选手这么没信心啊？有教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5000。好，那你好好发，你发3颗，他如果接得到。1颗就5000，如果接不到，我们给你3000，好不好？哇哦！跳的女生呢？好啊，你可以啊，可以，雨晴可以哦。他是不行的，他好，那玉清啊，我试试看，来了啊，来就位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加油，妹妹，加油，好，第一个球。只手啊，你不能轻忽啊！来，再来，第一球没接到，来看看第二个球，好，有进步了，有进步了，有接近了，有进步了，雷滚球，不错，好不好？对，用曲棍球的接法，哇，这是一个曲球扔出去了，来，哇，厉害啊！女生球过来是很快，速度算快的啊！来，我们要颁奖了，3000块，来，3000块，来，恭喜。李长，咱头前表现了真好哈，啊，你2000，我1500元哈，好啊，来再吹你好吗？对，来，这2000块呢？亮宇哦，亮宇，哎，不错哈，哎，我以为这也翻身了，对，还好我有一颗球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送点奖金给他们好了，好，跟乡亲互动，对，希望他们成绩在未来国际性比赛呢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所以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百尺竿头。既然在网球场上技不如人，我们就来比比百尺竿头，看看今天有没有高手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啦，让我们的小选手们啊，好好努力一下，真的赚点奖金啦。没错，那要挑战谁呢？我看，哎，女生嘛，谁要来呢？我啊，给你机会了啊，好，跟我们选手来，赢的有2000了哈，来，各位，来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因为场地的关系，两边其实长度是一样的。是的。那谁先拉到那个绿色金子就赢了。好，但是记住啊，拉金子的脚不能在地上哦。没错，都要在绳索上面哦。对，如果落地去拉就不算成绩了。预备，好。好嘞，比赛开始了。啊，这一位网球13岁的女国手暂时落后，还不开动哦。丢了，速度蛮快的，丢了就快要抢到了。网球选手紧追在后。还不一定哦，体力嘛不分析。对，你很厉害。你要玩，反正玩这个也不错。是，还是差了。你还好啊，没有受伤啊。啊，要锻炼体力了哈。来，我有礼物送给他。好，来在这里。啊，黑木耳。送你黑木耳，谢谢。继续加油啊！哎。那么还可以开放给别人呢？有没有还其他要参加的？这边呢？哎呦！这是什么？哎呦！怎么音乐像西班牙的？哎，结果弹跳杜比舞了！哇塞！哦，这个动起来了！这整个抖动的，哎呦，好厉害！非常的有节奏性啊！哎，我们是说有没有人参加比赛？他没头没尾的跑进来，突然动起来了，哇，好像装了电池啊！对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肚皮舞吗？这是肚皮舞。是啊，你怎么练得那么灵活啊？对啊，每天闲闲在家里。什么叫闲闲？你有教学生吧？对啊。对你刚刚这个属于这个是4个方向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再稍微肢解一下来。肢解。1、2、3、4。哇，那个前后，左右，对，左右前后。
啊，婷宇要好好学了啊，这些来好、啊。那我要拉起来吗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好看不好看。先左边开始，来背。听得好，来，一、二，来听哨音好了，来背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哎，没办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呢。哎呦哎呦，你会啊？像努力甩对肌，这个脂肪是甩得掉吗？可以啊，甩得掉，它会变成肌肉。哦，变成肌肉。对，运动的话就会比较健美。而且跳肚皮还是要有点肚子吧？是的，不能太瘦。像我这种 OK 啊，像这种 OK， 有这种 OK 啦。像翔哥就不行了，翔哥呢？哎呀，左，他这个左，要。你算了，那个跨膜，你凹进去。你都看一个纸片人在跳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还有一种是波浪的。对，波浪你看到？你会吧？你要正面，你要侧面给观众看。哎呦。哎呦，波浪波浪，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喂喂，不是喂，不是海动啊。你应该好好练一下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你看这腰都不动了呢。我找不到我的腰。对，来，你可以吗？应该你可以吗？张头泰，来。不行啊，你也很怪。背动也好奇怪哦。对啊，你的筋骨那么软，为什么你不能动？不要，然后那个位置没有练的关系。不是啊，不是你，不是位置都不对啊。你好，你好好教一下。位置不对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要往内收。要往内收。收好。嗯。然后核心肌群要收好。收好。对。然后再往下。这样。上拉，再继续，再下。哦，有点这样。膝盖弯吗？膝盖拐弯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有点难的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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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你有哎。啊，真真会哦。体育哎，不要讲出来，体育系的。哇，那个又够柔软的。哎，沉下去。呜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对，这样对。一点点啊，慢慢练，慢慢练，对不对？核心肌群练。对啊，你先不用找老师练，你先找吴尊练就可以了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对对对，那老师穿这样怎么比赛？没有，我今天有带一个打手来。打手在哪？啊，这位啊。啊，你好。哎呦。你也会跳肚皮舞吗？啊，我学敦煌舞。什么叫敦煌舞？敦煌舞。哦，敦煌啊。跟老师学敦煌。那摆几个动作看一下，敦煌啊。几个动作来看一下，一个敦煌。你有那个？哦。不用什么抬腿这些。还没学那么深。我给你介绍一个抬腿的来。抬腿高手来。会。哎呦。你们两个一起。啊，一左一右，抬一左一右来。一左一右嘛。预备，来抬。敦煌。哇，这是。莫哥哭啊！加油！啊，我可以加油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三位一起好了，来来，一个一个一左一右，一个下腰啊，来一个下腰，一个抬人，听哨音嘛，闭就来了，等一下，预备，好来，敦煌，哎，不错，好一个，对对对，那个三位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用脚踢我。不错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敦煌舞啊，看到没有？其实他要配合进来，一个下腰，两个抬腿，他在中间是这样子，就这样，这样知道了啊？来，请就位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来，郭婷在前面了，预备，请准备。就美了。好，来，敦煌。来来来，我不要这样，还要可以转啊。OK， 厉害厉害厉害啊！你好像学没学多久哈？啊，才刚开始啊，两堂课，两堂课。啊，来骗我们的才艺，来啊，那跟谁玩呢？我看啊，谢欣啊，谢欣来救我，好来，啊，谁？现在厉害了。难道你要跳郭婷的绳子就到地上了啊？跳好什么好？你都没有在听我讲话。郭婷啊，郭婷上绳子就掉地上了，还是没那么夸张。你上去看看。哦，掉地上了，再跑到中间就掉地上了。稳的，哎呀，可以啊！好，下，你要玩吗？可以，你要玩吗？我可以试试看啊。真的吗？好后悔。OK， 到地上不能怪我。好，来，你就问。好，预备，预备啊！记得啊，施那个绿金的时候，脚不要在地上啊，不要掉下来啊。好，来，开始了。郭婷上阵，高手在哪里？啊，对手一拍一拍的，郭婷赢了也是。
坚持走完了，你要坚持。看他脚的时候，哎呦，他啊精神可佩啊！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加油！当初我也是，会瘦，你会瘦，啊，会瘦，会瘦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继续往前。手都软的啦。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你很用心，我知道。用心很厉害啊！你看。很认真，你手没受伤吗？没有没有没有啊 ，OK 了。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就算我拉不到，还是要尽全力。对，拼对不对？这个精神是可嘉的。哎，他也很拼哎，看玩一玩，连袜子都脱下来，很厉害哦。他，对，他根本不是跳舞的，根本来骗奖金的。哇，爬多快，快，速度快，还要跳波停云的，丢都丢了。李长，有这种李明怎么办？加码，对啊。哦，好了，那你好好加一下，你1000块，我们1000块好了。来，你1000块啊，对，谢谢李长，谢谢李长，谢谢啊，谢谢两位的，谢谢。刚刚看女生都很优秀的啦，既然男生派厉害的，男生吗？对，男生我们都今天还没好好的，对，还没抄一下，对啊，踊跃还没有啊，杨代刚还没有啊，有吗？有男。哎，你这样子李明蛮自动，我只是说要开放给男生马上跑3个，这样子最优秀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不是，这一半开你的钱呢，赛哦。不要紧啊，我就是准备开钱啊。好，这3个有够厉害的啦，你最年轻嘛？对，17、18、18。哎呦，为什么18？刚升大学。好，刚升大学。升大学是消防队啊？不是啊，你是消防队？没有，邻居。消防队的邻居，二邻居哦，住消防队旁边有没有比较安心？有啊，房价比较高啦，房价比较高。好，你呢几岁？25。25，现在替代役。退伍了。退伍了，做什么？教健身。教健身。还有健身的，健身哎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健身没用啊，像你体型那么瘦才好的。这一看就消防队的。消防队，就是我们的小队长。小队长。各种搜救队，这个就一定要练了，因为啊，山难啊、海难啊，什么消防救灾啊，对，要靠他们帮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小队长，小队长，小队长，是你在公家单位服务嘛？哈，消防队14年了，现在小队长，对，是，你有救过什么重大灾难吗？都有，山难，高雄气爆也有去过，气爆也有，哇，有支援啊。还有一些地震也支援嘛，那真的不错啊，所以3位来就对了哈。那我们派出谁呢？啊，永彦，3位我来，我道远不行吗？道远别开玩笑，你是郭婷神格掉地上了。没有，杨代刚刚对中间这一位，永彦对那一位，小队长，对，那你的身材就道远了哈。算了，我来了。有时差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我不晚了，我要睡着了。好了，那这样好了。好，1:1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。公平。那3位呢？3位就接力赛的，可以当套零的，比如说1:1嘛，3:0啊，3:0，6000，你赏金我赏金。好，3:0哦。如果2:1呢，就3000块而已。啊，4000呐，你2000，我们2000呐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就6000跟4000的差别。好。如果你们被2:1，就1毛都没有。对不对？你们如果被2:1的话，1:2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好来，在云林地区、彰化地区、台中地区，他选手都很强的。对，我们不能小看他们了。好，但是我们拉拉队盖过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踊跃第一棒上。哎，踊跃，爱笑，踊跃，爱笑，大起哄。70就赢了，70来就位哈。这边应该是没有欢呼了啊。章法，对，杂乱无章，乌合之众啊！来，预备，不要这样讲观众啊！不是，拉拉队要有欢呼声。预备，小队长。完成了，完成了。
这个两个跑道是一样的，刚刚前面女生就知道了嘛，对对不对？刚刚还有人赢，郭婷也是从那个跑道，是那边赢回去，1-0，我们暂时先领先，没关系，可能你不熟悉这个游戏，如果今天比赛背那个氧气桶啊这些，哦，穿救生衣要我们玩，我们不一定赢他啦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拿3000块啊啊！第二棒就位，第二棒，翔哥翔哥，换一个不同口号了哈，换了，哎，阿翔了阿翔，全力打全力打。阿翔啊阿翔啊，套林啊套林，大集合，睡姐姐，好像我们打棒球一样，有没有欢呼，有没有欢呼，来欢呼一下，姐姐，黄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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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势还可以啊，鸡排红，我跟你讲，阿翔速度也快，他也快，因为阿翔呢没有睡觉了啊，时差了，可是他真的很快，真的好快哦，没看到，你刚刚差点犯规，你刚刚是脚还没落地，落地又判输了，你在空中把他抓下来的，脚绝对要在上面，他领先有好几个身，对他不用那么两个身，因为他看不到对手，所以他很急，他去抓的时候脚已经快要落地了，但是他在空中就把他拉下来，是的，所以好，1-1，目前1-1。最关键的一棒是最后一棒了，没错没错。我们派出是谁？我们派的是啊，好，根根，好，你们是谁？我，好啊。哇塞哇塞，这真的很关键，年纪相仿，没关系。教练呢？有机会啊，你有机会获得2000块，没错，4000呐，4000，2-1，你赢他就4000，没有没有了。好，加油来，好，加油。这是关键性的一了，所以已经赢了，来，下一组，这先是最后一组了，哎，一样，丑二加油一下，哎，最后一棒是吴尊的，谁是至尊呢？吴尊啊，吴尊，谁爬第一？吴尊啊，吴尊，五棒手直到梦想到手，哇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各位，下一个，都没声音了，都没声音了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加油，乡亲们，帮我加油。不是，他是 Terry， 我们是 Terry， 不是吗？对，哎，你可以现在回去问 Terry 来吗？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叫 Terry 吗 ？Terry， 你叫 Terry 吗？叫 Jeff， 我英文名叫 Jeff， 杰夫啊，杰夫，杰夫，杰夫，来，那 Jeff 的话，杰夫，加油，杰夫，加油，杰夫，杰夫，杰夫，加加加，好像我姐夫要来一样。到底是谁要比赛呀？姐夫要比啊，先准备，你们。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了！哎，脚先不要上，脚先不要上，预备。大山雀，最后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他摔倒，两边都受挫，中间的对对对，一样的比赛的啊，高规格了。你刚刚怎么 K 到？被看好的，脚卡住了，脚 K 住了，刚好卡到中间去了。是啊，这个比就是比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里长要颁给艺人就是了，1000块就好，没关系，来3000块给。好，来，1000给我，来我再颁1000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真的哇，我们还是要有奖金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谢谢光哥，耶。对，赢就赢，输就输。我们奖品呢？啊，有小礼物来了，有三位，微光森林的凤梨酵素。谢谢你们，今天玩特别好啊，你们都很棒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跟我一起体验啊，谢谢。立定有立定做嘉宾呢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继续送幸福啊。园林是这里厉害的角色果然是不少啊，马上赶快来推出我们新版的欢乐不倒翁，看看今天园林的乡亲能不能见到第4关呢。
哎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是弯了不倒，这是进阶版。进阶版，上次有，哎，你不在了啊。进阶版你不在，进阶版有四个模式啊，总共分成四个关卡。对，第一个关卡呢，就是我们原来的版本原封不动。是。第二个关卡呢，就是下面把它放一个气球，让它是倾斜的，要倾斜，讲究平衡呢。对。第三个关卡更难了，你下面的那个底基缩小。哎呦，更不好平衡，很容易一冲就移位了。对，是。第四个关卡呢，因为目前还没有人破关，所以我不能讲。要这样，隐藏版就对了。对，还有悬念就对了。是，那我们第一位参赛者就是他了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哇，这位大哥，哇，对，大哥，你贵姓？我姓黄，姓黄，是是是是，你要参赛一下？我没有要参赛呢。那你这个是送咖啡？送咖啡啊？哎呦，这里有产咖啡吗？有，真的。那我要请辉哥，请辉哥，辉哥，哒啦啦啦啦，等哒啦啦啦啦，嘿，哒啦哒啦哒，哎，厉害了。这个太紧张了，是是是，这个是我们台湾啊最好的咖啡了，哎，是是是是，我也没长头发，为什么叫我飞哥？我一直冒冷汗。对，其实你观众讲这话常常有的啦，但是我们都可以谅解吗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那怎么化解这个事情呢？我想黄老板应该是，我想我待会要准备红包啊，不是啊。那这个事就当没发生了。那个，我们今天的进阶版总共有几位选手来？哎呦，谁要参赛的？来啊！哎呦，那好，来，还有男女都可以一起玩。是，你要混合啊，这个东西要技巧啊，就是女生不比男生差哦。因为它是平衡，不是跳距离演的。是。那这个距离都是固定的。固定的。他不会说什么从150到270、300的，那个跳远，我们是固定。所以女生来讲，有时候比男生还占便宜。哎。对呀，啊，那个是纪晓，你姓纪吗？姓林啊，他像谁吗？他像谁吗？不，哎，像丁丁是吧？丁小雨，丁小雨对啊，很像丁小雨，我只知道那个人物了，丁小雨哦，嗯，我记不起来，但是我不会念错啊，丁小雨像不像？你是眼睛空的吧？造型啊，在念大学是念体育系，什么系？观光啊，观光旅游啊。啊，那这位是什么大学？高中，国中啊，高中。你到底是高中还是国中？对，你讲清楚哦，讲错再拿10个红包出来啊。不是，讲错。所以你是国中生？国三嘛。国三。好，你呢？大学。大学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呢？为什么介绍到这位？你的衣服介绍你就应该加油，怎么介绍黑了你才加油？你们这么慢，你们穿错是不是？慢半拍的哈，啊，你们三个人啊，还有没有？哎，我们一人也要参赛吧？一样都可以拿奖金的。可以。我们可以加踊跃跟吴尊，不过在奖金要分类啊。哦。要不然又一直抢观众的奖金不好。应该不会抢吧？不是啊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万一抢到怎么办？对。我是大学体育系。体育系对。主修书法。好喂。喂。什么书法？就是每一个体育项目怎么样输？怎么输？什么书法？对。那你呢？你什么体育学院？花式溜冰，花式溜冰代表。对。哎呦，你踊跃算厉害，每个项目很强。所以你进去啊，会为吴尊虽然不会影响，他会影响啊。哦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这类型的游戏，我们应该分类。就艺人呢，有艺人的奖金，他们有他们的奖金，好不好？那么，但他不会抢到你们。我们从2000、4000、4000到8000，8000到16000，16000，你们也是一样，啊，不要跟他们一起分呐，好不好？这个全不全是由我们黄老板负责，对不对？节目也有准备啊，节目有，对啦，对，它是加码的部分。反正不管你带多少钱，砍掉都无啊啦，好不好？砍大的，某一点砍大，顶面我的问题就要砍两千多兆啊，对不对？那就吴尊跟你们了哈，你们排到这个第4、第5棒，你们三个加油了，来，请就位，来准备，第一位丁小雨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油啦，这一关是2000呐，这是最基本的事啊，哎，加油，好了，最基本的这个跳法，丁小雨同学爬上去掉下来，对呀。没有弹到，连距离都不够。他算没有弹到。丁小雨，不要急，你是第二轮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失败马上急着跳，那更不会成功。国三的同学，来，国三同学来，预备，杰瑞，杰瑞，杰瑞，
杰瑞的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什么？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太大声吵到你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好嚣张的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有姐夫啊，那个杰瑞的姐夫来，你们。哎，杰瑞同学，轻轻的往上跳，跳过了头，跳过了头。杰瑞，杰瑞，杰瑞来来来来来。杰瑞。蛤蟆功啊！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同学一定是派出来取笑他的。为什么上面有什么单车？你是骑单车的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跟队上的一起出去的。去哪里？那个骑园林这里。哦，骑脚踏车啊。车队。每个人都一台啊。这是戏服吗？不是，这是那个有那个什么活动。园林活。园林升格为士啊。园林正变园林士啊。正升格为士。哦。哦，这同学很有心的，都帮他们穿的哈。对。那这个他们有支援你们什么脚踏车还是什么？就自己用啊，啊有有、那個。什么叫自己用？自己搭车子自己的啊。哦。你改给车，你要帮他穿衣服。哎，帮他打广告，没办法。帮他打广告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你强被强迫了。所以年轻人心，年轻人心声要问出来。对，对吧？你最真实的。摩尼马公上好几台卡达车。哎呀。啊，我只看了很。没人啊，这小姐人。上上不是，对，坦白讲不要紧嘛。但是他也很心甘情愿为园林是，一直升格为士，这是全市民的光荣嘛。对，不要说没办法。有觉得光荣嘛？对不对？光荣嘛。有。对。有嘛？还是说你希望要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啦。参加完你也没得到什么。对，不是啊，他们很心甘，看穿的衣服都不是很兴奋的表情，看了啊。如果每个人送一台脚踏车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谢谢谢。来，来第三个。来，这个叫杰夫的，你叫什么？你有英文名字吧？有，叫 Sam。Sam， 一样的吧？意思嘛 ，Sam。Sam 一样一样。哎，来 Sam。山姆同学。Sam， 山姆大叔一杯。哎，来呀！休息了啊！别，你先休息，不要急哈。来，杰夫来，杰夫，杰夫，轻轻跳，好不好？代表着。主修书法，好，来看看你这样怎么书法。哎，拍耍他没有一个过的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永月还没跳、啊。你有时候把永月隔开。哎，你要好好跳，全部都没过。就你，你可以嘟得2000哦。啊，轻轻的，好啊。你嘟得2000了，因为。对。轻功水上漂。为什么这么简单，大家跳不过啊？对呀，啊，来来来，好、啊，接下来啊，从第一棒重来了，没有没有就淘汰了哦。小雨，预备，开始了啊！好，丁小雨可能也不会过哦。没有弹到，你根本就没飞上去嘛。对呀，啊，你等了半天，就等这里一跳跳成这样啊？你等很久了吧？那为什么？你体重多少？42。你有42。你有42公斤，看起来像37了。哦，差不多啦。哇，现在都56了。对，52。哇，那没差多少嘛，怎么跳不上去呢？第一位淘汰的，我们送他。来，来这个黑木耳送给你。那谢谢，谢谢黑木耳。哎，下面第二位。好，杰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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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杰瑞的第二次起跳。不错啊，哎，现在稍微心情好一点。哎，有上去总是好嘛。对，不错，不错啊，对吧？刚刚稍微访问你就心情放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头发自己剪的还是？啊？为什么你会说要自己剪的？这不像发廊剪的吧？真的，就自己剪的。没有没有，那发廊剪的。就是发廊剪的，怎么样？你有仇啊？没有，你很久没剪了啊。哎，长出，长出来了，不是，哎，你的头型只有酷哎，哈，这个非常酷，剪这个头要不要200？不用，不用，这便宜嘛，100，不错不错，不是啊，你找那个价钱高一点的去剪剪看嘛，比较好，那么短了，不是他这样很好看啊，哦，很好看，他就像骑完摩托车吹过风的感觉，他就骑脚踏车的，对，你看，飙风快，哎，飙风少年，来休息一下，啊，过关了啊，来一位，好，35。用他的课抛上去。
有，球弟第一个没过，接下来两个都过了。Sam 是吧？对不对 ？Jeff， 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体育系的，体育系的，这个球哟，这个球对吧？这个球对吧？做过的嘛，现在可以教体育系的了。现在换我们踊跃啊！哎，踊跃，踊跃，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Steven， Brian， Brian， 布莱恩，布莱恩，好来，预备，布莱恩，好，您踊跃，好，我们要改名叫 B R A 了，好，好。第一关2000块让被淘汰，对呀，我想这种喜悦比夺冠军还更重要。还好还好，那第一关就被他淘汰，以后怎么见人？对呀，来第二轮呢？第二轮了，哇，又放一个气球了，倾斜的了，后面有个气球，压迫要平衡它哈，因为好，倾斜版的来了，好，倾斜过来，这样平衡抓得很好。越来越棒哎！恭喜你有奖金剪头发了。来，好，对对对，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啊！对，不错，来第三位了，是。来看看你有没有机会他的啊？掉下来，掉下去了。这个就是对，这个技巧很重要，冲一啊！冲过头了，一关比一关难啊！对，啊，你待会期待第二次机会。来，书法家来。姐夫，你们。好。好，知道梦想到手，知道了。辅仁大学书法系。没有放手，没有放手，还有落实。哎，这个男人下去就完蛋了嘛？对呀，除非你有办法把他倒退退路的给。哦，就难的啦。他一直 hold 在那里。哎，帮美的来呀！不放手，真是可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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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。梦想到手，快到手了，一半了。啊，不错，来，亲，你只是冲太快了。对，要有平衡感不错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把它弄起来就好了？搬回来啊，到那个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看也是没办法。想要多一点画面，还有。好了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来，哎，来，好，踊跃。好了，来看我们布莱恩，你这么跳也可以哦，平衡哦，再调，好，轻轻的跳，哇，这个好稳，没有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的感觉，哎，有没有真的蛮厉害啊？没办哎，运动很好哎，我觉得这跟吃比红茶还厉害，每一样游戏都很厉害，真的哎，他让我当年我亲眼看到他好像是刚出道的号角一样，啊，这么样的优秀，优秀，所以现在的号角，那现在的号角是怎么了吗？当然就是红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呢？就是也不想吃苦啦。怎么会不想吃苦？哪里不想吃苦？你看以前都抢着示范，现在都不用了。不是啊，这游戏大家知道不用示范啊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啊。不是你那么紧张，我讲耗子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来来，都过了哈。都过了。啊，没有了，还有前面还有。啊，山姆先。啊，山姆啊，你看怎么过的？技巧要知道，因为。太好看了，所以观众呢，观众看我们的，哎，这个进阶版有没有比以前困难？不是困难，因为它很多美美嘎嘎要平衡，太难了。能够理解我们做节目的用心，就能体会哦，这游戏难在哪里？很难吧？你看光平衡就很难了。是不是很厉害都做到了？那有压力完全是在，完全在我身上，就你没过了，不放手，直到梦想到手啊！栽了栽了，哎不，现在三位过关了，对，是第二乱就剩你了，剩我，剩你，要不要给我压力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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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就剩你了啊！不要给你压力啊！你跳那么贵啊，不跑不跑，尴尬，都跑了，队友跑。厉害哦！到手了，到手了，到手了，到手，直到梦想到手，直到，牛逼！
面子啊。四位都很厉害啊。那四位这样，你先休息一下啊，庭筠啊。好，我们平常在明，我个人出3000块。这样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你再跳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3000块。试试看。哎呀！不，轻轻的，你不要想说太用力，你轻轻上去。等一下，你们刚刚都没在叫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庭筠自己师妹，大家互相帮忙一下。明星呢都唱的这么好的，都会这么会唱歌的人，唱歌跟跳的没有不一样。陈怡婷唱得好，也跳得好啊。对，所以就不用教了嘛，还教什么？这叫差比较，文武双全呐。对，你可以教，你可以教他，你。哦，董哥可以教。你可以教，你们不用教的。董哥，你教一下，帮忙一下，教一下。就到那边，然后起跳。我到上面，哎，保持平衡，气球。你有教什么吗？教站，一定要站起来，因为庭筠认真呐，在我们节目呢深获好评啊，歌好之后运动精神也好，所以我这个3000块完全是认真的女人是最美的，最美的，来了一杯，好，加油啦！庭筠啊，啊是头家要出，啊，我先出，我先出，啊，你对我那个领导呢？哎，明日之星呢？完了，你啊，你个塌一千啊，塌一千，我个性肯出钱一定是袂贵嘛，你惊啥？他听得到。啊，他有听到吗？对啦。你为什么不把他耳朵遮起来？你为什么不讲小声一点呢？我跟你讲。哦，给几千，给几千。我不会加一千。真的吗？你也喜欢他？你也喜欢他吗？我当然喜欢他了。铁粉的，对，没关系。对，他唱歌好听，对不对？对。运动精神很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个跳的哦，头晕了。对，我给他鼓励算对的嘛，哈。来，您铁粉啊，您贵姓？您妈妈，好了，您阿昭啦，阿娇啦，哈，来一杯，你先准备。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Sherry。不用紧张。Era 不打棒球吗 ？Era。杨基啊。怎么那么 man 的名字？谁取的？他爸爸是棒球国手，他想梦想自己有个儿子叫 Era， 结果生出女儿跟 Era 是体型一样，但对，那干脆叫 Era 好了。你有没有姐妹？我弟弟。他弟弟叫哦，弟弟叫鸡头之类的。来一杯，3000嘛，4000嘛，5000嘛，弟。加油！我们来 Era。加油 ，Era！ 我说肯定会摔过去，有没有？我讲唔对哦。我跟你讲。谢谢。等一下。你没听我讲，他上去的时候，谢欣说：“你看看瓜哥那脸色。”我说：“不会，他肯定翻过去。”没有，他上去的时候，你的脸是这样。没有，我说肯定翻过去嘛。然后他再下去。对。我要告诉你，气球不一定要破，但你要站上去。你为了压气球太用力了，它一掉下去你就笑了。我没有，是他笑了。来，再一次啊，好，再一次，再来，辛苦哦。等，气球不用破，斜的也可以站了。没有啊，你给我站上去。站上去可以不用破，然后站好就好了。气球有时候飞出，那也算过关。这样啊，你不能要求每一颗都要破，站好就好了，就对了。气球是不受控，跟董哥是一样的。好，了解。我们叫比喻，就我们懂。有没有比喻懂的？跟这一样，我在想嘛。你看都不受控，我都准备了，你看。你们，郭庭筠，这是比有吗？等一下，说到做到了哈。对，这个是黄老板。好，那咖啡的黄老板，谢谢，1000块给你。这个是黄老板，谢谢妈妈。这是铁粉啊。别忘了永远对那个支持你的歌迷啊，要不弃不离。当然，好不好？你这么难得。谢谢歌迷朋友，而且今天很多歌迷朋友来现场看我。非常感动，恭喜你啊！突破自己的难关，来休息一下了。哎，大哥，阿爸撒枪。是吗？哎，你的手放在这边，然后一直要把它推走。对啊。
这些人这里心里哪有铁粉？永远想我是三千块。不是啦，我把目标都转到铁粉，他还可以想到三千。不要这样讲，因为你刚前面讲要给三千嘛。应该厉害厉害厉害。来，休息一下。各位不要觉得轻一点，说哎，为什么郭婷跳一个就有五千？他不一样，他的情形不一样啊。哪一方面？你是说哪一方面？他很认真啊。他认真啊，哎，又是女生呢。对，这个男呐，这男，而且铁粉支持嘛。是是是，那你们了解啊？了解了解了解。哥如果跳，你也愿意加码吗？当然。对，所以这还要解释什么呢？我不用解释了。了解。所以现在呢是四位了，对，刚刚是四千嘛。对。现在跳到八千了。变小了，底基变小了。你看那个底就变小了。所以跳要注意了，很容易就飞出去了。对，要小心跳。哎，不对，杰瑞来了，杰瑞来了，加油！来，看看变小的时候，杰瑞还有没有？这个就不好掉了，差很多哎。是啊，没关系，先休息，还有第二轮哈。来，现来，轻轻的就好了哈。轻的哦，对了啦，还有啊，这个叫也不是不好跳，看似没什么难，但是问题的底座就变小了。对，来第三位，来书法，这个一次到位的啦，可以啦，一次到位，好，轻轻的，一次到位。离开那个绿店，哎，你刚刚没有离开绿店呢？没有，来，哎，对啊，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跑起来像老人？要轻一点哦。来，书法社的嘛，踊跃来，我们踊跃加油，一次到位了，不要再抓皮了。哇，好狗啊，上不去了，这也是太用力了，四位第一轮都没过了。你们的问题都是力量太大了哈，只有三号的书法家呢，没有离开，但是倒了哈。接下来呢，第一位，杰瑞，好，会不会卡在这里呢？加油！你过了，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就是他已经在等八千了。第二个意义呢，我们看得到第四关了，可以看到第四关，到底第四关是偶尔喊集都不知道了，对，不知道。来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本来我是说他们四个都没过的话呢，我就叫停云了，把这一关闯过，大家都看得到第四关了。哦，但现在不用停云了哈，来。准备。他的过关代，他的过关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八千块会有两个人分。对，对分了。所以他刚刚本来有笑容，突然垮下来。也不错啊，然后强劲的对手，来，啊，接下来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分加油？应该是最后一次没机会了，来一遍，还是有机会，机会梦想，加油！有，来看看老泰隆这个跑法有没有机会？蛮高了，这个很难的。这一关稍微力量大一点就弹开，没有落到中心点也会弹开。对呀，来，好，不放手就让梦想溜走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梦想已经溜走，不错，表现好，来，给他鼓励一下啊！最后一棒，踊跃，来一杯，好，最后一棒踊跃，挑战是第三的关卡。上来，杰瑞又叫出来了。对他们两个，反正就是公平嘛，四个人比赛，基本上我跟黄老板报告，现在情形代表什么呢？不会有第二个奖金出现，就他们两个了，基本上是背前勾，要挑战一万六最后一关，一万六过的时候呢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好，来，极限版的第四关我们也没见过，上次没有人到第，今天到第四关了，终于出现了。现在奖金跳过去是一万六，看是独得还是两个分，还是两个人分前面的八千，看你们了，预备。好，这一个终极版啊，这个变高了，变高了，要怎么跳呢？拉不上去，要跳很高哦。高度的改变。再弹高一点。高度的改变。
到不第一次你改变，第一次算试跳了。好，你看这两次的机会了，也是你过去就有机会获得一万六。变高了，挑战者，你还有半爬半爬的。想像螃蟹一样用脚就把它夹平，嗯，结果太高了。他一直以来都用趴着在。第一轮都失败，现在第二轮呢，最后一次了哈，来预备。到底要分一万六还是分八千？一万六，碎呀！哇，那是多香嘞！因为这一关呢，最高奖金是一万六了。你现在是等着独得，他有过了，你只能分八千；他没过，你就是一万六。哎呦，你希不希望他过？不希望。说实话，犹豫了，犹豫了，不希望。对，不希望。就是老师告诉我们不要说谎。对啊，就不希望啊。那说一个场面话呢？希望。太亮了。你很坏哎！没有，我是说场面话，他也可以说不要啊。对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像我的个性一向都很直啊，很直嘛。我说不希望啊。对了，哎 ，OK 啊。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，有没有机会？只有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也过了。对呀，所以公平的，我们再回去想想看，怎么有第五关、第六关？第五关要出来了，对，第四关没想到被两位破关了，真的，真太难看了。你刚好看到他对方过关，他的表情是什么？哦，他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你好直接哦。每个人还是有八千块啊。难怪蛮难过的，因为他本来可以剪160次头发，现在只能剪80次。也不错的，不错了。对，新没有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坦白哈。来，我们的。这边八千呢，第一个制作单位的八千，我们先分你四千。好，哎，你给四千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八千，对对，这个黄老板哈，这边有送你四千。哎，台长，啊，这边有吗？哦哦，没问题，还好是四千八千。哎，谢谢老板，谢谢黄老板。没想到今天在园林就被破台了，这表示我们的不倒翁就要成长到第五关了，等你来挑战哦！哎呦，天，恁第一名啊！啊，这个行了哦，瓜哥来了哈，一真的是就飞起来了，真的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今天我们介绍的，我们看你广告上有食人鱼，你看我都被咬到，你看到没？还没有开始就咬到，你就被食人鱼咬到了，怎么会受伤？这个啊，是因为我昨天开罐头夹到。罐头不是，因为我们听说他的宣传上有食人鱼，我们让大家来大开眼界。我们看电影3D 食人鱼的昂谢对吗？对，大概体积没有多大，很小，小小的。可是那个电影拍得很恐怖，手进去变白骨了。对，你们有这种鱼吗？是他的堂兄弟，堂兄，哎呦，有看看有近亲的啊，接近的，接近的。是讲这瓜恐怖，上讲这大只哦，这大只，这大只，嘿，我看拢乌乌啊，这个看无诶，咱咪个知啊，恁咪点下个知哦。是用手扛的看安怎未？无，你试看嘛来讲，试看嘛来讲。你捌去夹过无？捌夹一届，啊，你捌夹一届，捌夹一届，夹足上重啊无？有第一吗？因为水对话，哎，肺炎对话，足骨才好。啊，你喙齿哦，跟它一样就个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尖的，是，对对，那是我们电影看到呢。但是我电影看到红色，你那黑色是安那？因为这边兄弟啊吼，可能讲白一日真正七个无白长啊，对，那可能拢无讲偏见的，对啦，系啦，这边兄弟。除了电影咧拍的是亚马逊河，这嘛是亚马逊河来吗？是不？我们就健康啊，健康。你只要到南美洲去亚马逊河啊，你住在那个大五星级大饭店，它有那个钓食人鱼的活动。
那钓起来，他说吃起来很像恰章啊，很好吃哎，还是鲳鱼啊。我们今天难得、啊、不用到南美洲这个，但是大家不知道，哎，你看它是活动起来的。它这些鱼啊，听说它饿了几天之后，你放一条别的鱼下去，可能就被它围攻，围攻吃到剩下骨头。那如果不放其他鱼，它自己会不会自相残杀？如果饿到一个程度的话，一样自相残杀。饿到一个程度，这样子哦，饿到一个程度的话，老板能不能？饶以为大家看一下，你说体积没电影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用双手吗？啊，用双手，手指头要保重啊。手指头，加了，还戴手的，戴手的。啊，你先捞一下了。这样子捞就捞得到吗？捞不到就。啊，你们游好快哦！哎，你们好，没有，破龙骨啊，有人要下去了。对，他有在鱼，他没流血没关系。哦，没有流血没关系啊，勇敢。他是闻到血才有刺杀性的哈。对对对。张志杰，千里。来。哎，下面有红色哎，红色吗？肚子有红色，对对对，来，哎呦，哇，你看它的牙齿，很尖，细细长长，很尖，真的是非常尖，好可爱哦，哎，它好硬哦，这个，喂，这鱼，你看它像不像那个恰，不像那个鲳鱼？它好大，像哎，哦，青白青的哈，哦，青啊哈，天哪，它的牙齿，啊，你这样多大？这样大多大？啊，1.5公斤左右，1.5公斤啊！我是说他年龄多大？喂，一年了，一年这么大啊？这个养了几年可以吃？现在就可以吃的啊？你看他这个腹部，其实真正的是你说他的堂弟应该是全部红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是另外他堂哥，他紫色的，有点紫色。哎，那他最大会长多大？我们这里有8.5公斤的。这个几公斤？这1.5啊，这1.5，那可以看8.5的吗？那没问题啊。啊，有8.5公斤，还有更大只的。刚刚的1.5公斤，而且亚马逊河是淡水鱼，能养那么大很少。这根本龙胆石斑嘛。太大了吧！这龙胆石斑嘛。有点像哦，有点像。你们捞一条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哎呦，多加哟！好重，你重，我重多加呢。怎么跑不太动啊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它都那么重了，8.5公斤，跑不动的。而且这么小的鱼池，老板还捞不到，我的天！他们速度很快哦。老板应该很少去夜市活鱼啊。哎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？他变得好不是，不是，他很聪明，他凭着油。哎，那个翔哥，你那边赶他一下，去那边补，你把两只手伸下去，伸上来，快点，他游好快，哎，过去啊，过去一点啊，过去一点，哎，过去一点，哎呦，捞这样捞，游了游了。力量好大，全还是你看，哎，老板，这根本不就是。龙胆石斑嘛，你说那是，你那有那么大？林道远，他是开拍机，那你站在那边干嘛？一个人抓不起来的啦，帮忙抓了，来了，那个尤娜说他想要试试看，尤娜，手小心啊。你在后面一直推，不用怕，你小心啊！你力量没那么大，哦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要再挣扎，不要再那个要抓尾巴开始，对不对？看一下牙齿，不是，小心他嘴巴。我们怎么看到牙齿？没有，抓尾巴。啊，哎，熊大嘞！哦，哎呦，两个，不然啊，这个8公斤多哎，哎呦，啊，他会吃吗？哇！哎呀，慢了，怎么回事？他夹一声哎。哎呦，哇，这样就赚了！哦，食人鱼的嘴巴多厉害！不要跳了，把它放回去了。啊哟！啊，我那下去还要喷你一下，你看。这样子，咔嚓，把那个小黄瓜咬一片。你咔嚓一声嘛。对。而且它下去之后，把小黄瓜吐掉了耶。所以它不喜欢吃。它的主食是肉类，它不会吃小黄瓜的。我们是吃蔬菜的。我们今天只是来喂鱼嘛，有没有准备什么？因为瓜哥要来，我们一定有准备最好吃的。食人鱼大餐，推广一下，哇，准备料理了，来了，鱼大餐啊，这是鳗鱼吗？这是烤鳗鱼吗？对，我们叫食人鱼串烧，食人鱼串烧，是，这一定要吃吃看食人鱼串烧，吃完，哎呦，这好像鳗鱼串烧，对呀，哎，如假包换，食人鱼串烧，这没吃过呢，啊，第一次，嗯。
好吃。真的吗？完全不输那个鳗鱼串烧，其实口感很像鲷鱼啊。这食鱼吧，它搓搓啊，所以说，它靠夜市了，肯定是鲷鱼，口感很像鲷鱼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就是那个鱼肉再稍微没有那么细，再扎实，对，再扎实一点，那个口感。这个做法呢？这是三杯十人，哦，这个口味也歹哦，来，咱试看看。哎呀，反而比较软哎。哦，比较嫩的是。好吃。我觉得三杯食人又比鸡肉好吃，而且它咬着咬着感觉比较有鱼的弹性，鱼肉的弹性一点。而且它有一个优点是它的刺是比较大根的，是那种细刺，这样不会插到，对，很容易可以挑。对，鱼一鱼有几种吃法？目前有四种吃法啊，另外一种呢？那叫做。啊，他也忘了，没关系，好。来了，上菜是不是？那上次因为我们有一道形容鱼，因为我们还是形容鱼餐厅嘛，哦，所以说我们主菜还是以形容鱼为主。上一次我们没有吃过的这道菜，我们请各位再试试看这一道形容鱼。形容鱼啊，形容现宰新清蒸的形容鱼。清蒸，它的外表看起来像麻婆豆腐啊。对对对，我们试试看，剥这个干。你看它的胶质，哎呦，有 Q 弹哦。你中那个骨头，你建议我们吃多一点。中这里哈，胶原蛋白相关。安尼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快点快点，慢点慢点，哎呦，我切你边啊一条。这胶原蛋白你看，不客气的，透明的，不客气的啊。哎呦，哇，你看看这，好像吃蒟肉，很像吃蒟肉。哦，好嫩哦，这胶质很棒。哦，够 Q 的啦。好吃啊！好吃，好 Q 弹哦。什么是形容鱼骨啊？形容鱼的烂肚，就是伊腹部的油哈，较油对吧？加上迄个骨头的部分来吹，整块都是胶质，黏黏的，好吃。还味道蛮香的。有物件要上我相机的无？有啊有啊。什么？哎，我有两张迄个彩券吼。彩券哦。就是唔彩券的，就是咱迄个形容一餐的招待券。彩券哦。价值五千块。哇！准备好，那再来观众朋友。哎呦，那要上我相机呢？观众朋友刚上我。啊！赞赞赞！对，那要上个游戏好理解。好，进行个游戏。好。接下来老板呢，想说今天观众那么多啊，想要送一条8.多公斤的给大家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真的，你自己想办法捞啊，因为你捞也抓不回去嘛。啊，要捞到才有嘛。你可能半路就被咬死了。那你回去会不会杀？你有包杀吗？可以啊，包杀啊，那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，包杀的8.5公斤，给人鱼吃啊，不如教他如何去捕鱼。对对，那观众朋友呢？我们要送给谁呢？来，一男一女哦，穿好了。这个回去会杀吗？你会不会处理？不会，所以老板帮你处理，对不对？哎，8.5公斤，大概一条价值多少？2000？可能不止哦。啊？多少？大概3000-4000。大概有。可是你刚刚看我们在捞的时候就很大，力量很大，不要被咬到了哈。你们两个捞哈，捞起来时间速度跟我们这两位比。好。时间速度快的话呢，那鱼就送给他了。就到了。如果我们赢，就送给我们了。哎呦，领导也可以带回店里。我店里加菜啊。对啊。不要店里加菜，这边料理就工作人员吃一吃就好了。没问题。但是你们赢了，你们带回去帮你料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！来，预备，计时的啊，预备。好，比赛开始。这条应该有8.5公斤了哈，跳女生跳，你把它放 ，OK， 放回去，放着，好，速度，哦，他好会打水，对，他会打水，好像洗澡啊，好像游艇里面马达一样啊，啪，来，就放掉，好，女生先出来，总共花了几秒？13.28秒，哦，好快，1328了，看你们了啊，这个有点技巧，女生好像只是阻挡而已啊，男生要用力捞了，男生要用力，来，请就位，13秒28，1328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了，为工作合作，为工作人员加菜啊，好，好，比赛开始，十人一大赛，你们到底有哪这位海产店老板啊？他今天正在跟十人鱼搏斗当中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穿着蟒袍鱼捞。再来，
几秒？一人几秒？十一秒九。哎呀！一人十一秒九，对啊，很厉害啊！因为他常常在捞鱼啦。海产店老板，哇！恭喜恭喜哦！来来来，那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是输两秒而已哈。好，我们这个鱼就待会麻烦您了，帮我们工作人员加菜一下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了哈。希望今天安排节目大家都会喜欢，还有一些礼物赶快上网了啊！对啊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锁住名师收看我们的坐地大集合。